昨日，邓超在微博晒出一张模仿杨幂的照片，照片中邓超梳着古装王子头，一身纯白色古装，外面套着一件蓝色条纹的睡袍，低头看着手机，另一只手放在嘴上，完全复制杨幂在机场的工作，还彻底 at 杨幂。张幂幂看到后不甘示弱，小称正身不可怕，谁丑谁尴尬。而网友粉丝们也不放过机会调侃邓超，笑称这就是卖家秀和买家秀。有网友还有杨幂视角 OS， 这是我被黑的最惨的一次。邓超为了证明自己没过大秘密，晒出分手大师里的女装照，直呼谁丑谁知道。